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彼得猪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金正强，台语叫金正强哈，金公相相。那左边是我们没有贴贴纸的版本，右边是有贴贴纸的版本，你自己可以自己看一下哦，你喜欢哪一种版本啊？像我个人是一定要贴贴纸的啦，帅，只有一个字，帅。那在打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跟我们的 V10 是有什么差别吧。那首先可以看到它们颜色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废话。那再来是它的背面呢，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轴心的部分，它是属于透明色的。那透明的部分呢，好像会比较耐用哦，个人觉得。那再来的话就没什么差别了，所以来对战吧 ，Go！ 那我们先试拉一下，看他在场上多漂亮吧。这个哦，真的是有够亮的啦！天哪，这个拿出去比赛哦，好吸睛啊！吸睛！我要叫孙悟空，你要叫什么？黄金佛力砸！我要使用自在奇功打爆你！来吧，3、2、1，战斗！哈哈哈哈哈！失控！第一次使用自在如意功，哎，被我吓到啊！太丑了！3、2、1，战斗！啊，那这个的取得方法呢，就只能当初在日本买那个 V104、105、106，然后他会附赠一个兑换券，然后再去日本那边买2000块的东西，再加那张兑换券，就可以换到这个黄金超翼战神。台湾应该可以上，那台湾的目前没有，所以只能去网络上跟人家收啦，就是这样咯。那这次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